鬼啊！我的发！V 十一，哦，确实有好多不一样的感觉。Tap to explore what's new。哦，现在左下角变成了充电、雨刮、蓝牙、WiFi， 还有录像。嗯，你把手机的声音关了。OK。然后现在这里呢是有，哦，这个是摄像头，这什么？这是 Excel 吗？啊，这是能 Energy。然后日历、短信、theater、游戏、toy box、浏览器、蓝牙和收音机。然后现在是长这个样 ，OK， 挺有新意的。起码一个 UI 看多了，比较看 FSD beta suspension， 啊，就是又要重新同意一次条款才能开。然后现在变成了 FSD 10.8。10.8有什么新的更新啊 ？Improved Object Attributes Network to Reduce False Cut in Slowdown 50%， blah blah。嗯，哦，然后现在的这个轨迹线变成蓝色的条，是吧？应该是吧？应该是变得更好看了整个界面。哦，然后现在整个屏幕都可以有这个 FSD Beta 的 Visualization 啊。之前是只有小屏幕，哇，那这个太棒了，有那个全自动驾驶的感觉了。Cabin camera, light show, watch your Tesla dance to a light show, customize APP launcher, simplified controls, blind spot camera。哦，哇，这个太棒了！现在在打方向的时候会自动弹出盲区的摄像头。哦。然后现在有 waypoints 了，就是他之前一所有的那个推特底下的评论，马斯克底下推特评论都在让他赶紧加入 waypoints， 就是可以有两三个目的地同时导航。哦，这两年前大家都在推特底下开始留言，两年以后终于把这功能加上了。然后现在 Seattle 里面有 TikTok， 在车上可以刷 TikTok， 新的游戏 subwoofer 是什么 ？You cannot justify your subwoofer by bring up your media player， OK， cold weather improvement， 我这里并没有 cold weather， 不需要 improvement。automatic heat sitters， first row sitters not automatic， 哦，太好了，现在前排座椅加热也是自动的。dark mode， high map details， 哇，这个太棒了，这一次更新。回家。嗯，然后档位跑到左上角，横着显示，电量还是在这儿，看有什么不一样啊？我靠 ，controls， 哎，感觉自己在开新款 plaid。嗯，这些我都有点不认识了。wipers 在这里 ，steering， 哦，这是什么东西 ？game update available。Connect Wi-Fi to download game update。我也不玩 game， 不需要 update。OK。Off-road assist charging。哦，感觉又开了一台新车似的，挺好。挺好 ，service， 这里可以看到啊，挺好。那我现在这里左右就不存在这些东西了。然后这个是 navigate on autopilot， edit trip， add stop， settings 是什么？哦 ，settings 就这些东西。OK， 哎，挺好，你把安全带系上。我靠，这前面一个直行一个右转的箭头识别出了一二三四五个图标叠在一起，甚至还有一个火车道的。你的妈！你看看我屏幕这里，
嗯，看这五个箭头叠在一起。我的妈！这是什么东西？哦 ，OK，Spotify。我靠，高级现在。OK。现在的这个轨迹线变得好看一点，之前是点点点点点，现在是一条线。这个界面搞得我好像在开一台新的车似的，我的车半个小时之前还不长这样呢。开启自动驾驶的话，现在这地方要左拐，导航信息还没有更新，等它更新过来我再开。然后限速，自动驾驶的速度 hold 在这里，也没有什么太大变化。这是音乐，然后我可不可以把我 Spotify 直接拉过来？哦，哎，你看它现在这个主界面，这是你可以自己设的。对。然后比如说我还需要一个什么，我 Streaming， 比如说来一个蓝牙在这儿，你看它可以直接拖到这儿来。然后可以可以可以，很好，这个非常好，这简洁很多了。底下这个条，这是一堆东西。然后那我的座椅加热在哪里开呢？座椅加热在这里开。我前排的座椅加热是怎么开的？不知道啊，这个是座椅加热。我可不可以把座椅加热拖过来？不可以。因为我觉得这个状态栏上多有一个座椅加热好像还是有用的。下雨了。Now turn right onto West Sunflower Avenue. 10.8的自动驾驶啊！哎呦，操！这刹车刹的。如果我是就是我自己在开的时候，我不会再往前蹭，因为他要左拐，所以我会把那个位置让出来，这样可以左拐。反正我这里堵着，我也走不了。所以就是如果是人类的话，就不会继续往前蹭，把那口给他留出来。但没事，他也过去了。然后他怎么？我靠！来，过去。现在是你可以自己手动控制这个界面的大小，然后现在整个屏幕就你如果不需要看地图的话，现在整个屏幕就全是车 FSD Beta， 导航跑到左下角。Now turn right onto Bristol Street。去年的那个12月25就说有圣诞更新，有 Holiday Update， 一直就没有来，大家都在等。其实我觉得可能他们现在这个想法是去年要跟着新款的 Model S 跟 X 一起来的，但是因为那两款车一直没造出来，所以推了一年。不是那个方向盘像那个战斗机的、对那个 Yoke。
只能放四个图标吗？只能放四个图标，这四个再拖就拖不下来了。对，屏幕小没办法。 Spotify我是这样的。Your body is away with me, but I'm exactly where I wanna be. But I'm a long way from home. 这左转转的好果断。
下雨就录音。之前是可以的，起码10.5是可以的。现在可能是因为比较谨慎吧，下雨的时候不给用了。